不好，秋子良没死。爹爹，爹爹，你在哪儿啊？爹爹，爹爹。 见到义父，是不是有点失望啊？爹爹，爹爹，你没事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女儿被韩月所弃，女儿为了取信于他，我谎称自己是王阳的孙女，成功骗取了他的信任，但是此后我一直受到监视。 所以难有作为，直到刚才，王林他们带人赶来，韩月忙着转移观望，无暇顾及我，女儿这才能下来找您，爹爹。是吗？女儿知道，爹爹不相信我，没关系，女儿可以证明给爹爹看。 爹爹，这份礼物您喜欢吗？正吴的军师，幕后的神秘第三人，您的老朋友韩月，女儿送到您手上。 有，没炸的瑶光炸了，但别忘了，这里是降旗营，地下的机关，爹爹比你熟，在你按下火药前，爹爹已经退出了瑶光，一路回到天书了。 大人，陛下身上有多处外伤，但除了心口内一攒外，其他并不严重。陛下底子极好，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康复。嗯，我们要回宫。什么？ 怎么回？抬回去，在此养好伤，再回宫不迟。
陛下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不过我不太明白，为什么裘子良不让我们回宫呢？因为他要趁机换皇帝。陛下，臣有罪，臣万死难辞其咎。朕之前让韩定查探过将其营地牢的用在，起来吧。所以在爆炸前，陛下才能经由泄洪通道逃出。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，害我这么担心？韩定没有跟你说吗？没有。韩定他只说，陛下胸中自有丘壑。那韩定是找事说了。找其人。是是。为何回来？裘子良这老贼狡猾奸诈，我千里一事终是败局。你是我最后的希望，你要活下去。韩将军，他日陛下相见，做牛做马，恕我罪孽。但我还有一事不明。当年你大难不死，逃到正午，为何不与先帝联络？先帝是年初才轰的，你有八年的时间可以伺机回京，与先帝再谋大事，为何不回？你能安排正室后人撤离恒安，安排正午入宫，指使红姑游说正午去刺杀裘子良，然后借宁河一事回来复仇。这一连串的歧路走得如此精妙，你的那些势力究竟藏在了哪里？若晴，你猜错了。正是后人不是我救的，正午也不是我派的，红姑是谁我根本不知。我没你想的那么神通广大。这八年以来，我躲在正午。